在启动林某手机云台三前，您需要安装手机，并调频云台，展开云台，然后手握俯仰轴电机，旋转手机夹，使手机夹内 DJI logo 字样朝上，放入手机，并确保手机的镜头在左侧。当手机重心不平衡时，会向一方倾倒，需向反方向调节手机位置。当手机可静置，则表示达到平衡。顺时针旋转90度，如不平衡会出现倾倒，再次左右微调手机的位置，直至横滚轴再次达到水平状态。当手机任意角度都可静置，则表示调频完成。如您遇到任何疑问，欢迎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。